老師好，各位師兄、師姐、義工同埋今屆嘅學員，大家好。同自己俾自己啊，掌聲講嘅嚇。咁咧我係十二屆嘅學員嚟嘅。咁啊，我一二年確診咗四期嘅全線癌。咁啊，又做中西醫嘅治療。咁去到一五年咧就嗰啲藥力開始失效，咁嗰啲藥物嘅毒性咧都開始浮現出嚟，咁啊開始控制唔到我嘅病況，咁啊偶然之間就有個朋友幫拉介紹咗我，喺又對我幫助好，咁啊毅然上嚟，仲即係好似老師琴話齋，我哋係喺個啲懷疑嘅態度嚇，咁咧就上嚟學，咁啊上咗初中班，咁啊嗰晚開始，我繼續練咗幾日，自己練咧都有啲感覺啦。咁一路去到學完咗個初中班，自己不停咁去練功啦，去整習調整，咁咧發覺將我嘅失效嗰個癌指數升嘅嗰陣時咧，就停咗落嚟，開始慢慢橫行啦。咁咧，依個係好大嘅鼓舞嘅，因為醫生都講咗，有温先，即係有一日嗰個指數升咧，控制唔到咧，我就會做一步就係打化療啦，或者係食嗰啲叫標靶藥啦。咁但係去到嗰步，我都暫時應該要做嘅，都唔使做住啦。咁啊，最主要我諗翻，最主要就係自己練長生堂，咁啊練功，同埋多啲上整習，去幫人調整，自己都得益。咁啊，又基本維持，因為我好似身體狀況感覺越嚟越好。咁呢度我都好想俾啲信心大家，我哋多啲翻調整習，多啲同調整，或者自己做功課，咁一定會有得著嘅。正所謂講緊啦，長生我老公啊，真係獻出我哋嘅雙手，伸出我雙手，獻出我嘅心，保佑心心靈健康，同埋有提升。多謝各位，多謝老師。